早上九点多，超商里出现排队人龙，他们全是为了这个而来。手把一压，冰沙从机台内出现，装进纸杯，敲一敲，又能再装一点。还好我抢到最后一杯，真的就是以前的那个可乐的味道。对对对，特别来，特别来。那你现在买到，你觉得？蛮兴奋的啊。这一杯是你的童年回忆吗？连锁超商的斯乐冰在今年夏天重磅回归，虽然价格涨价了，不过民众都说喝的是回忆，不是价钱。试卖期间售价39元，分量约莫是以前的中杯，反观过去大杯一杯只要25元，民众直呼真的是回不去了。对此连锁超商回应，目前内部持续与厂商优化设备和制程，现在是单店试销，每日限量售完为止。白色相间的双麒麟，一圈又一圈。夏天到，超商纷纷瞄准冰品商机。现在外头气温32度，真的很适合来一支双麒麟。这是连锁超商5月推出的白葡萄口味双麒麟，而接下来还有经典口味即将回归。浅蓝色的双麒麟又看得就很消暑，有消息传出连锁超商双麒麟6月新口味是弹珠汽水口味，让不少网友直呼又是一款回忆口味。只是针对新口味，连锁超商只表示敬请期待。各家超商在炎炎夏日默默开启了一场冰品回忆杀。 TVBS 新闻林亚南、中宣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